去那边坐吧。你今天可真美，只不过这宝石的成色不够好，我觉得还是那个南红玛瑙更衬你。可惜你不喜欢我送你的玛瑙。哪个女人不喜欢漂亮的珠宝，就要看她送礼物的动机了。好比刚才你让我说你什么好。我又做什么了？一条几百块钱的项链被你抬价到2000，你说你是不是拍卖公司派来的托儿啊？你要是讨厌孟璇，就该谢我，让他多掏了钱。你要是喜欢孟璇，更应该谢我，替你考验了他的心意。说来说去都是我欠你人情了。我就是喜欢你欠着我人情，至少我们还能有些牵连，不是吗？你怎么没和杜小姐在一起啊？她身子重，心情不好，我可不想招惹她。身子重？你说她？不是我的。你呢？孟学安的师妹。不然呢？宝丽见我整日无聊，说带我来拍卖会见见世面，恰好孟老板也在，乐意做我的男伴，我又何乐而不为啊？这孟学安还真是个绅士啊，年末全上海有这么多社交会，偏偏带你来参加今天的拍卖会。今天的拍卖会有什么特殊吗？对了，方林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家不会是想撮合他和那个病殃殃的男人在一起吧？只是在场面上应付一下罢了。我可是听说那个桥本太医有心脏方面的疾病，这样的人不在家里好好静养，还出席什么拍卖会啊？也不怕出什么意外？身子不好也该出来透透气吧。再说了，不过是个拍卖会，能有什么意外？孟旭安很有魅力，你是因为他所以才一直拒绝我吗？干嘛总把他扯进来？那你为什么总和他牵扯不清？我有我的社交，你干涉太多了，更何况你又好到哪儿去了？左边一个杜兰心，右边一个桥本失之，你先把这两个女人处理好再来管我。我和杜兰心的婚约很快就会结束的。那桥本失之呢？我不会和桥本失之订婚的。这是个死局，加上没有杜兰心，没有桥本失之，还会有别的女人，别的豪门想让你爹去联姻，这不是女人的问题，而是你的婚姻你自己根本就不能做主。这样的情况下你还想让我给出你什么承诺？你不觉得你这样太自私了吗？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半年，你等我半年好不好？如果半年之后还是这么没有出息，你大可嫁给孟轩。我干嘛非要嫁给他啊？而且我等不了你半年。我们把话说明白，你肯给我多少时间为我们两个争取？今晚，就今晚。你说什么？你是认真的吗？我是认真的。就是现在，你肯跟我走吗？去哪里？随便去哪儿都行。买一张火车票，我们离开这儿，离开你家我家，我们离开上海。你这是在考验我吗？还是说这是个假设？假设，你跟他们不同的，你是有理想有抱负的，你想过不同的人生，而且你有条件和能力去追求。上天已经很眷顾你了，你就更不能放弃。加上，我们走吧，离开这儿。说，快说呀！对不起。我是家中的长子，就算我不想继承家业，
我也不能这样任性的一走了之。不管你是不是承认，荣家注定是一艘要沉没的船。你爹他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你跟着他这样下去，只会被他一步步拖进泥潭里。我知道，谁又不想自由自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呢？但是荣家还有其他无辜的家人们，那我就必须保护他们，肩负起这份责任。即使这艘大船终将会驶向沉没，那我们怎么办？你让我等你，难道是等这艘船沉没了以后让我来搭救你吗？还是你认为半年以后荣家就会倒台？你不是向往蓝天白云吗？那你就应该驾驶着飞机在蓝天之上追逐任何你想追逐的东西。我痛恨厌恶你的父亲，但是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我不要再厌恶你。世真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竟然会和我说要私奔，你一向是最理智克制的。是我一时冲动，你就当我喝醉了？不，你还想怎么样？难道是我爱你爱得太疯狂了，等不及你处理你们家那摊子烂事，就想和你私奔吗？今晚跟我走。